Three buckets maybe? Do we need to wear the gloves? You can wear gloves if you like. It's up to you. Yeah. Cool. I don't have gloves. Oh. We're not allowed to do gloves because of the COVID laws. Yeah. No gloves, no toilet, no. A lot of nose. No toilet here? No, nothing. Oh my god. Yeah. This is why I give you a bucket. Yeah. No joking, alright. Yeah. How you can keep the good? 好像一个海胆，哪里像栗子？这哪里像栗子呀？哇，这个感觉在那种田间的小路。哇，这里都是啊！天哪！是可以立刻吃的吗？你这个手套跟我那个一样，不行哎。没问题啊。真的吗？你在戴手套吗？他戴的是我那种胶的，那洗碗的那种。怎么是这样子的？这是新鲜的栗子，不是那种像金鱼的形状，你看到？不是那种深色的，要那样子啊？不是像博主那种，就是后面这样子。对，什么？就这种啊？对，看，哎，看看，怎么这么青色？对，后面是白色。能吃吗？这个？应该是比较新鲜的那种栗子，应该可以吧？哇，那个掉下来好恐怖！对啊，我觉得这直接砸到头上的，砸下来好像炸弹一样。怎么知道哪个能剪，哪个不能剪？就看它饱满大的就好。等我剪一个给大家看看。这个好大，但是很轻。轻应该没关系吧？它都熟了，它就掉下来了。还挺大的呢。你看它一个子下面有一个小瘪的，就不要。哦。然后要这个鼓的。它是同一个里面的。对，同一个里面还有一个瘪的。就他们通常都是两个这样子夹着。哦，就对半这样。对，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弧度，然后躲在一个果子里面。还可以糖炒栗子。哇，真的很渣耶！我靠，对啊，这是有道具的，不公平啊！你这个，哇，好渣！怎么公平啊？好渣！好渣！我靠，怎么可以包出来这个？哇，怎么样可以包出来？你没事吧？没有，就很渣，因为我只有一边。对啊，那你要不要这里有一个还弄不出来，没好弄吗？这栗子我都不知道哪个好，哪个不好吃。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好像有点坏了，对，有两半就是。让我剥开了这个看看。还行。啊，这个可以。你吃尝了吗？没有，可以吃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有什么收获吗，亨利？哎，我现在发现了哈，嗯，它这种比较久远的，就是被人摘过的东西，它这个毛色它都就是变比较暗。是的。对，就会。我觉得有点像洗碗刷。感觉被对，感觉被氧化了应该。屁股上它可能不是白色的，你看，哦，很明显的，这个刚刚是刚掉下来的，对吧？就是屁股上是白色的，要那种整个棕色的。对，需要这种，就直接剥吗？剥开吃？用嘴巴吃。那瞳孔有点偏方哦。你还有镜头感。哦，是的。镜头。把这个栗子给他吃吃看，吃不吃？我有点害怕他，他不要咬我。放在地上吗？
应该不会，没有，它捡不到，太远了。我这栗子好好老啊啊，差不多。原来是这样子吗？走了，走了。对，是不是你要把那？它是不是怀孕了？肚子好大。他在想什么东西呢？你要干嘛？你要上镜是吗？还在抢镜头。哇，还在那些开生蚝，还有看那个珍珠那种，中间那个有些空心的，不要。很饱满，压下去没有空壳的，拿脚踩住一边掰一边就好。可以回去盘栗子，可以可以。无料无料，有点斑马纹，一条棕，一条黑，一条棕，一条黑。哦，这是专门锤栗子的吗？这工具感觉挺 handy 的。Thanks, guys. Thanks.谢谢我的劳动成果。我想知道那个东西本来是用来干什么。不知道。我们从摘栗子的地方又转到了摘柿子的地方。这叶子颜色倒是蛮好看的。这个都还没成熟，还是青的，好像石头一样硬。你可能要拿个梯子，我看有的人是拿梯子上去弄，也可能它品种就是硬的。就是硬的是吧？因为我觉得澳洲的柿子好像跟国内的不太一样。上面有吗？对对对，这个地方，哎不，上面有一些好像还蛮红的。这好钱多多海鲜吗？回去。你这个好红哦。他给我的。哦。谢谢。你们怎么找到网红的呀？你看我们。就找一会儿，越找越找就找到。这儿你知道吗？好甜啊。到那儿太堵。哇塞。掉了吗？不是那个，你弄掉了他的兄弟。我弄掉他兄弟。你把我试试你这个红吗？下次见了。哦，好吧。给人家敲下来。会熟吧？可能放一阵子会变黄。放个香蕉。Kelly 好像在记教练，技术指导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！这个肉棒怎么把它弄断？没事，不着急，在上面待久一点就有经验了。对，这两个特别好，边上也。给我下来！哈哈，他给生气了。真一爽。哎，好，掉下来了是吧？
你后面有一个。别人桶里的准备看起来比较好。Too late in the day to be going to get another. 够吗？可以。所以你还有信心吗？ That's it. Thank you. Thank you. 这是好新鲜啊！摘的会有个香味。对啊，就非常真的是。拜拜。再见。待会见。不见了。